2021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让我们把2022不再翻车打在公屏上，开启今年的技术总结时间。2021的紫米糕也长大了一岁，不仅学会了自己翻车，也为老母亲的视频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女装。还验证了一个事实，年纪越大越爱睡觉。
大家好，今年的翻车大赏好像短了不少，今年做了很多新的尝试。最重要的是收到了不少小伙伴给我交的作业，那些说从来不做的，摸摸你们的良心。回顾自己一年来的素材，没有想到 Hello 大家好，Hello 大家好。作为2021最后一支视频，希望可以跟你要一个圆圆小硬币，画上2021圆满的句号。2021，感谢有你的陪伴，2022也要继续多多指教。